Ano, v čem je menší vědro, v dresu nebo v bundě? Jo, je to jedno. Menší vědro je Čechá. 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个年轻人，所以有很多梦想。他是个发明家，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。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着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着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走得太慢，所以他用力。比赛来到一局下半，为您介绍今天香港队的先发守备阵容。一垒手背号54号张俊尧，二垒手背号21号施朗浩。三垒手背号13号潘和修，游击手背号17号姚义信，左外野手背号10号林志聪，中外野手背号7号卢汉林，右外野手背号66号吴友鹏，捕手背号24号于建涛，以及今日的先发投手背号40号林颖熙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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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击棒次轮回至第一棒，背号十七号，姚毅信。
是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留下坚强，今生不能折让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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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话了吧？好像是这一边啊，是哪一边啊？我们有，我们有。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第五棒，代号66号，吴友彤。Oh, yeah.
在这场上打击的是九棒编号54号张俊尧。Thank you.
接下来上场的是第9号白金棒，那么56
Thank you.
上场打击的是第八棒背号十号林志聪。
来，来。